ロコロコロ。にゃっ。哎，为什么我家的猫变了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呢？にゃっ。哼，干什么？这些三次元的人真是太可怜了，他们的猫居然变不了。身为游戏业界的居民，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无限可能，但凡只要是一个游戏，他们的世界观肯定也算我们的一部分，因此存在猫娘这种物种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有两种方式可以将您的猫变成猫娘，第一就是动用科技的力量，去专门的科研中心去进行培育杂交。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请魔法师来，是用魔法来将您的猫变成猫娘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只成年的猫娘了。如果使用科技的话，你就必须要从头养起。而很明显，我选了魔法这条路，然后呢，就有了开头那个场景。啥？我要像培养人类婴儿一样培养我的猫娘？Magic can't make animals instantly have human knowledge. Otherwise, no one needs to go to school. Oh my god! 虽然说他看起来比以前聪明多了，但是他甚至没法站起来。That's your problem, isn't it? You can be a mother in advance. 哦，这，唉，行吧。